声坐路头，我心百回。你相醉，人生我底，为爱痴迷，情路来分相切。谢谢王玉君。好，玉君老师好。玉君越来越稳了，你真的，我觉得你唱歌是越来越稳了。你现在第几关？今天要闯14。14了，可能再过三关，你如果再闯过三关就有车轮战了。那我觉得因为那个秀琪一直紧咬着你，对，可是他一直都会有一点点小 miss， 都没有没办法超越你。那你现在越来越稳，所以我们可预期，有可能，很有可能你会到第18关魔王战，可是那时候的跟你比赛的人就不是这两位，就是大魔王，都很恐怖的人。当你碰到这些大魔王的时候，你一天要碰到五个魔王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杀手锏会让我们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？这个是你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。